林育全今年也打出了回春的赛季。这一球敲得不错，在中右外野方向 ，nice play， 远阵把它扑下去，真的是 nice play， 完成了美记接杀，哇，太精彩了！没收掉了林育全的安打，育全应该也很不甘心哦。对，从击球的过程，包括球的一个方向，应该都是有机会形成一次落地安打哦。可是看到岳振华，哇，最后一瞬间快要落地了哦，才接到这个球。这球难度真的蛮高的哦，平飞的球，然后向前扑。这个球掌握的相当好啊。对，应该皮带也断了吧。对，真的是要换一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。哇，奋力一扑哦，也把皮带弄坏了，赶快换一条。